哦，那种感觉好像好难过、哦，就是看到那个，哎、欸，他这次是不是有稍微变得不一样 ？Ken Manano， 我每次要念你的名字，我都要看清楚一下，很怕念反。少打一天，今天只能打到75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蛮喜欢打高效，除了刷甲这部分。哦，对，对不起啊，我有时候念会不小心把你们名字念反，但不是故意的，只是没有看仔细就练了，因为要边打怪啊，会有点，需要眼力呀、啊。我楼下是不是少开两个啊？诶，还有一个，哇哦！嗯，对，后面一点会很恐怖哦，简直僵尸入侵的吃草，有没有？迷路了啦，讨厌哦你们，我应该要把他们烧掉的。嘟嘟嘟嘟嘟，僵尸入侵了，真的可以休息一阵子了。哎呦，这个到底在哪里呀、啊、我在这里啦，藏在好隐秘的地方哦。他们是不是一直在生出来啊？好玩，就喜欢爬高校哦。哦，看一下屁屁，我有时候觉得屁屁凉凉的。嗯，看你秀得到吗 ？OK， 吃饱了。先吃什么啊，小郭？你们大家今天晚餐都吃什么？我刚刚有听到火锅，然后好像就没有人说晚餐吃什么了。嗯，以前有这么多，开完还有这么多僵尸吗？僵尸入侵啊，各位！哦，你真的叫你姐姐帮你买哦，然后打孔。真香！启动二楼第一台哦，好。一路冲冲冲，对，晚上今天气温就是变得很快哦。你们如果要出门的话，记得加一件外套。像今天中午我们这边就出太阳，然后现在就很天气变得超级凉爽的。对啊，88层就黄金，不是皇家啦，对不起，什么皇金？皇家骑士才到88层吧，81、85，我不知道我这次可以，我今天可以爬到第几层啊？今天大家可以爬到第几层呢？正常爬的话可以爬到第几层？高效的部分，我这头挂烧起来好开心哦。
今天到85吗？ OK OK， 谢谢。哦，又打 boss 了，我还没准备好。诶，这是有 bug 啊，他好像喷不到我诶。感谢各位啊，真的恐怖的时候，我、哦、那个时候真的很恐怖，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。谢谢小福翁，耶！谢谢明日小频道，你们是在对我讲话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最后一个礼拜真的超级刺激的，好不好？真正恐怖的是高校最后一个礼拜。这关应该给他吃个跑速的料理。不过他，之前很痛的这个楼层是100多层的时候嘛，我打怪哦。我还在那边发呆，这不就是那个很讨厌的100多层的？我记得这层100多层那个真的好讨厌哦，107吗？还是107？你在哪？对，110几，那个好讨厌哦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可能我只能稍微瞄一下聊天室。出影片了吗？出了什么影片？高校影片吗？来打我。拍副本吗？真香！我好像不用打他欸。不知道100多层会不会再打一次。礼拜一才刷新什么东西？高校刷新什么？高校不是礼拜天的。好像11:30结算哦。啊，这次有改哦。85层是什么 boss 啊？